議員啊，一齊喎！香港黨辭職議員陳淑莊，多謝大家。 大家今日講咗好多好激勵嘅説話，我反而想趁呢個機會講下點解一個身切切、銀挑鬼命嘅仲有一個女人無厘頭會參加呢一個五區公投運動。我今日見到好多前輩，我同好多朋友都係一樣。 我係半途出家，我一路同住所有嘅市民行過每一段路，示威過好多次，但係嚟到今日，我唔敢講我哋之前做過嘅嘢冇效，因為有好多朋友努力過，但係我哋今日係需要新氣象。 新策略系咪？有人问：喂，办事处对门都俾人怼冧咗咯？学警察叔叔话斋，老爆唔系咁噶，你唔惊咩？讲真，梗系唔会唔惊啦。老老实实，最担心嘅系我妈妈。 我唔想令到我媽媽擔心，但係唔好意思，我今日決定咗，我一定要參加五區公投運動。我星期六下晝翻咗大陸啊，你知唔知啊？星期五晚有人開盤，喂，100蚊，話你嗰張。 回鄉證卡一定俾人繳咗，跟住仲要我禮拜五成 office 咧黐滿曬我嗰啲放大咗嘅回鄉證卡咧喺度朝拜，睇下翻嚟可能吊唁啊咁樣。我平安翻嚟，不過我媽媽、我嘅同事、我嘅朋友打爆電話打俾我嘅 assistant， 打俾我助理打 N 咁多次，我想喺呢一度話俾佢哋聽。 我亦都话俾大家听，喺呢一刻，我觉得我一定要做认为系啱嘅事，系咪？高铁事件，我大喊咗一场，我好似好冇用，但我真系觉得我自己好冇用。 一个扭曲咗嘅制度，你点样努力，你都系唔会有公道嘅政策俾全香港市民。今日居然建制派拉队离场，谭耀宗仲要喺紧响紧钟，砌紧法定人数嘅时候，对住记者讲：负责嘅，你叫五位辞职嘅议员负责啦。 有冇搞错？你知唔知我谂起咩啊？好似去到福临门，叫到一台都系包心刺肚，跟住撩埋牙啦，话走，跟住话后数，痴痴地啊！边度有咁多免费午餐啊？ 话俾大家听，食惯免费政治午餐嘅人系要人埋单嘅，埋单嘅就系全香港嘅市民，我哋一定要踢走功能组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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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阵间。 我哋嘅義工朋友會傳一塊布，上面就係寫住踢走功能組別。我哋會喺由呢一邊開始
一路傳到我嚟呢度，全部都係人，希望大家幫手傳，好唔好？好。高鐵真係影響咗我，令到我有好深嘅感受，所以我今日會唱一隻參加過反高鐵運動所有朋友熟到爛嘅歌《人民之歌》。看吧，人民在挽手。今日我有好多義工朋友陪我，唔單止是公民黨的朋友，我哋仲有社民連的朋友，我哋仲有全部香港市民，多謝大家。好，今日第一次有呢個 band 翻嚟唱人民歌啊，同佢哋唔同啊，爆粗 band 有咁款啊 ，rock。我找一條蕉啊！有冇蕉啊？借隻蕉嚟啊！蕉喺度，借蕉。